是狠人吗？这个是狠人吗？是首歌，你那好久不见，你干啥去了？你干啥去了？因为失踪了你。这个狠人啊，咱们一起来一起来祝福一下，来9160的家人们啊，粉丝团的家人们，来一人祝了一颗小星星，把这个加成先完成。苏天伦 remix。1.5倍啊！加成的时候，谢谢我野猫哥，谢谢我莹，谢谢我莹莹，感谢我一代宗师哥，欢迎一代宗师哥。加成的时候，家人们，加成的时候，加成了，加成了。谢谢小鱼姐啊，加成中，加成中，家人们加成中，加成中，谢谢我轩哥，感谢我轩哥，谢谢我志仇哥，感谢志仇哥，加成中，加成中，不要浪费了，还有几秒，还有几秒。谢谢我荣姐，感谢我秋收哥。是个狠人，对面是个狠人呀、啊！他们这有没有大哥可以守过塔的？谢谢装饰哥，感谢我秋生哥。榜三、榜四、榜五啊，咱们把关注给点上，谢谢谢谢大家。对面是个狠人，谢谢对面是个狠人。来，这样我们给榜三大哥点关注，集体点，来我开个麦啊。对面，来来，我这样哈，我问一下你啊，
是让你选才艺啊？我输了，是让你选才艺呢，还是我自个表演？你就拿你自个儿的活啊，不，反正这里这么多，你随便选一个都可以，选两个也行。啊？这里都是绝活，都是表演，每个数字代表一个，你可以选两个，也可以让我自个选，自个去表演。这么多活呢？啊，空的都是表演过的，这些没空的没表演过。75一个。啊，75一个哈。嗯。再来一个呗。84一个。84一个，好嘞 ，OK。好。行。嗯。那就一个个来，好吧？好，来先看看75啊，先看75。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一个大超的绝活，行吗，家人们？咱们给江南点点关注。穿云箭，一把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一套从天而降的掌法，现在送给咱们憨豆妹，以后教学于你，以后呢就拯救世界的重任就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只需要只需要一个墨镜，我就把它交给你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看好啊，穿云箭啊，这个动作是个先说好危险动作，请勿模仿。然后哈，憨豆妹不用怕，我有直播，我有表演权限啊。哦，我还想着这样的节目能不能就是说封号，不封号哈。所以说跟你说嘛，你不用担心。然后咱们直播哥姐们不要模仿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哈，危险动作请勿模仿。来，上，我直接表演哈。啊，好。哎，走路怎么回事？哎呀！哇，你这么厉害呀。啊，没有啊，这只是其中一个，还没有，还没表演呢。刚才只是第一个，是第一个动，第一遍有点失败，就脚有点碰地的，这不算成功，然后第二遍才算成功。然后现在刚才是75号，咱们现在表演84号，好吧。哇塞，这么厉害。来，4+1，一个控制力到极限的表演。哇塞，你能行吗？我给你出的那个是不是很难的难题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抽哪个都没有容易的。我这里面的才艺抽哪个都没有容易，没有容易的。啊，只要你觉得行，我就那个，我没有为难你就行。家人们，送佛祝福去，送佛祝福，家人们。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来，4+1。4+4，这砖头都是活动的哈，看到没？啊，都是活动的，嗯。别哈，就是我这个叠加起来哈。嗯。哎呦，又来了，重新再来一遍哈，再叠加。为什么叫它4+1？这里四个砖是好的，这个砖是坏的，所以叫它4+1。来，这样哈。嗯。OK。3+2+3+2。来，哇，这下哇这么厉害，咱们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哇，太牛，来牛了，他这个是要有很强的这种平衡能力，还有他有这个手臂的，他就有那个力量的。对。来，咱们加的加吗？也给对面点点关注吧，给我们汉东妹点关注哈。一看就知道是个娱乐搞笑才主播，兄弟们，
啊，我来给大家来上一段吧。我的这个我可能比不了你、啊、你的这个这么厉害。我们这是就是小打小闹，就是小、啊、玩儿，就是。OK， 那你来一下吧。我就是玩儿。好，大哥，哎。行吧，你别见笑就行。我们是娱乐玩，你这是真工作，那不一不好比。不是见笑，你能让我笑，你能让直播间的人笑，这就是本事，这就是才艺，知道吗？对，对对，我就是让他们就、哎、就你就乐呵乐呵就行，行吧？对，乐呵了就是才艺，能让别人笑 啊是最好的才艺，啊、能让别人哭也是好才艺啊。嗯，是是是，那我就让大家就乐呵乐呵就行，超、嗯、啊好的，今天我们就 okay, 好嘞那个啥。啊就整一下子吧，谢谢大家关注啊，来给对面的主播点点关注，给对面的主播点点关注啊，我们今天第一次连，真的，对对对，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，真的很厉害啊，咱们家家没有他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，真事儿啊，感谢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哎。双眼皮儿，粉面桃腮，红嘴唇啊，轻轻一晃柳腰身，五味又当人。妹儿从哪里来？你要去哪个村啊？走远道，挺累人，各有小三女儿，聊一路都开心呐、啊。渴了来瓶矿泉水啊，如果咱俩有缘分，私下定终身吧。瞧我这眼神儿，陶醉个啥劲儿？老妹儿的旁边他还有个人，人家才是幸福的一对儿，人家才是幸福的一对儿啊！瞧我这眼神儿，嘚瑟个啥劲儿？时间他久了，要出大事儿，赶紧撤退，我用力踩油门儿，注定今生我与你有缘无分儿。妈，真是太乐呵，太搞笑，太搞笑了，真的太搞笑了，啊，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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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，真的，啊，才艺很 OK， 才艺很 OK， 哎呀呀呀呀呀呀，真的，咱俩要是很棒哎，超，对，咱俩要是那咱俩要是合一起做个组合的话，那不天下无敌了。你在哪？我下去飞找你。我在，你在北海是吧？啊，对，广西北海。我在那个这南江苏，江苏啊，对，哎，江苏可以，很有机会，有机会来哈，对，很有机会，可以呀、啊，咱俩要是那个，我兄弟也是江苏的啊，然后他那个实力也是特别强，我可能有机会，我们这边有某情的，某情过的时候，可能我还去那边找他合体一段时间，合体一段时间，可能到时候咱们一起干上，那不是天下无敌了吗？哎呀，这是好事儿啊，这是好事儿啊，加倍给超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私下也可以这个对对，这个、加个微啥的，好的哈，我特欣赏你，特别特别牛，特别厉害，人也好，人也好，人也好，真的真的很厉害 okay, 很厉害，我关注了关注了，加倍给超点点关注， okay, 给超大超给大超，今天第一次认识，点关注，这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嗯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是的，是的，行吗？行行行，挺好， okay, 挺好，挺好的。那超二来，那下回见，下回见。好嘞，下回欣赏你更多才艺。OK OK。好嘞，拜拜。好的 ，OK， 拜拜啊。哎，这个好。这个什么是这么厉害吗？这是身怀绝技哈。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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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碰上这么厉害的了，
谢谢我轩哥，感谢轩哥，谢谢我钟师哥，感谢钟师哥，谢谢红都哥，感谢小鱼姐，谢韩梅姐姐，谢谢伟华姐姐，感谢我荣华富贵，谢谢秋收的季节，感谢我家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。我们家嘉南怎么走了呀？嘉南走了呀，志愁哥呢也走了呀，都走了。别走啊，别走啊，咋都走了呢？这个腰他上他的八八是啥意思啊？妈，抖音上怎么这么多牛人啊？厉害死了啊，这么厉害。这个痣怎么跑上面去了？它可以活络的呀，它可以活络的。我给你这个变个魔术，这么一送出，它就没有了。哎，还有，哦，就没有了啊！喜欢豆儿的给豆儿点点关注，加加粉丝团来。你们应该搞一个团队，一定会爆红。我也是这么想的呀，我就是想聚集一些这种就是身怀绝技的一些主播，他特别厉害，再找一些妖魔鬼怪。他这种叫身怀绝技，我这种叫妖魔鬼怪。把妖魔鬼怪跟身怀绝技的人擦组合在一起，抖音界绝对无敌啊。每次到直播间里来，你不说 这看点多多呀，又有笑点又有看点，哇，太牛了这。你们觉得呢？要是这种这搞个大舞台，整一个团队，把所有有身怀绝技的、有特色、有特点的人擦这么组合在一起，搞一个像唐毅一样的咔咔，在外面整一个大舞台，在舞台上这又是表演，哇！哎呀，这也行啊！这样子的话，我估计也能行。你们觉得行还是不行？像整这种大舞台的、有特色的，咔咔一包装，往上一上，哇塞，厉害的死了！我一直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，我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给大家表演啊，聚集在一起给大家表演，哇，太厉害呀，太牛了！哎，弄个八仙儿啊，弄个八仙儿啊，七八个人咔咔一组，哇！好期待好期待啊，真的是想法很好的，对对对，我以前就有这个想法，我之前就有这个想法，一直看抖音界有什么身怀绝技的齐活多的那些啊，我就想我豆妹儿要是带头号召一下的话，我就把这些所有的那身怀绝技的主播号召在一起。咳咳，这样子的话在抖音界挺无敌的，你别说。因为所有的户外的直播以唱歌为主，唱跳为主，就像唐毅啊、三妹啊，就像那些就是童豆啊，他们就是以唱为主，以跳组合唱歌跳舞为主，就是像类似于我思想当中的这种组合的这种形式啊，好像还没有，就是说所有的就是有特点的人咔一起组在一起的这种，还真还没有。啊，所有的这种就是牛人聚集在一起，那特别有特别有看点，也有流量啊。哎，可以整一下，这个想法是挺好的，是挺好。这么牛啊，打野啊，打野。那你每晚直播人气最少，那肯定最少十万加，那最少十万加，那没有十万加的话，那都不算啥呢，是不是啊？那最少了，到时候一看，哇塞，到时候对豆妹儿那就是，刮眼相看啊！我打野还行吧，打野还可以哈，我这个。我得看一下，就是对面的那个人数，还有看一下就是
我重新来哈，重新找一个。重新来找一个啊，家人们别急啊，重新来找一个跟我们人气差不多点儿的，然后六值找一个涨涨两千吗？你们看了吗？我涨2000粉呐、啊、我刚刚涨了2000粉吗？八仙过海，对，要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那种，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咔拿出来啊，这样子的话就太好了。我来看一下啊，我来看一下还有哪些，我先看看他们的头像，然后再看一下。嘟嘟嘟，修车小羊，我来看一下修车，啊，不行。哎，你们可以推荐哪些人气跟我差不多的有好的，你们可以推荐。哪些就是人气跟我差不多的，大几千人的，然后有点绝活，有点看点的那些人，也可以给我介绍，咱们也可以在一起撮合玩玩那种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就几百个人的，哎呀。如果唱跳还不如看专业，那不一定。唐艺唱跳就非常好，唐艺的唱跳就看着让人家，我一直喜欢看他，他就好看，他的整个的控场的这种能力啊，真的是太强了，一般人达不到这种水平。户外的时候是特别特别，就是讲究这种水平的控场能力跟舞台感觉，不一定你唱得好，他就有人听。抖音这个平台啊，他特别的。就是跟其他平台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歌唱的好不一定有人看，你舞跳的好也不一定有人看啊，就是说你要综合能力强，你有个人的鲜明特色，这个东西是最主要的，让人家一看哟，过目不忘，这样子的才有特点有意思。就是老师说我唱歌唱得好怎么没有人看，歌唱得好的人多得要命是不是啊，歌唱得好的人太多了，舞跳得好的人也很多，从专业院校出来的那些跳舞唱歌的也很多，所以说你要拿个人的这种鲜明特色，哎，耳目一新标新立异的东西拿出来，要么你长得特别难看他也有人看，就这样的就俩牙的这样的可以刨米的那种，哎，这样子也有人看啊，脸上的满脸雀斑，满脸那个的是看不懂的，那种也有人看，还有那种要么就貌若天仙，就把就美的就没办法了，那种的小姐姐小哥哥也有人看啊，也有人看，要么就特别胖的，妈几百斤，咔往那一站一甩肉就成了，真的，你要看那些就是说有特点的。真的能火，就像豆妹儿这样子的，不上又不下，火不起来。像豆妹儿这样子的，你说长得好看吧，她也不好看；你说长得丑吧，也不丑；你说她有才吧，也还好；你说她没才吧，还得有点小才艺。你说。就不温不火了呗，所以说呀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他永远火不起来，只能就是在中间这个段位，上也上不去，下嘛也不会下得太厉害。这是我跟自己的评价啊，我给我自己的评价。江苏人东北口音，你想咋的？江苏人东北口音怎么的就不行吗？那中国人还有一口英格利西，人家说找谁说理去了？是不是啊？那我江苏人我还会说一颗流利的河南话，找谁说理去？那我会说的方言还挺多呢，那咋整呢？
怎么这东北话怎么了？我觉得东北话还挺好听的，你怎么就人家能说，我不能说？河南话我还会说呢，中不中啊？江苏人不能说东北话，不能说河南话。谁要求的呀？谁要求的呀？没有人要求吧？你们听得懂、听得明白就可以了。普通话我也不太标准，是不是？啊，能听明白就行。韩九日今天没播，韩九日今天没播。那天跟韩九日连麦，连了的质量是真的挺高的。他那边的粉丝对我也挺那个啥的，我们这边的粉丝也挺喜欢他的。说实在，这样子的连麦效果才是上乘的。一下子那天连麦，我吸了8000个粉丝。啊，我跟他连麦连十来分钟，吸了八千粉，我的妈呀！我人家说叫我吸粉小王几。所以人家下次都不敢连我，伤心啊！啊，伤心啊！有的主播就知道我这个吸粉能力还特别强的时候，人家都不就才艺主播就不稀罕连我，认为我是个倒霉蛋。啊，是啊是啊，都是老师这么说我啊，吸粉能力太强了也不行，就有的主播他的心要是那个的话，就不太让你吸粉，知道吧？吸星大法，吸粉靠个人的本事的，靠个人本领的啊，不是说那个每个人都说啊咔的一下子都能吸几万，或者吸几千的，有的人连麦的时候那个就能吸个几百。就看粉丝有没有有缘了，有的人对你第一感觉好不好，这个是很关键的，这个叫观众缘，观众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。有的人咔一看上你就觉得有眼缘，给你点关注。到我直播间里来的家人们也是的，看到我耶，这个憨豆妹的挺好玩的嘛，他不知道你的性格怎么样，你的人品怎么样，他是不知道的。第一次来我直播间，只感觉你这演的才艺挺好的，咔点个关注。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，看你时间长了以后呢，他突然之间发现，耶，憨豆妹这个人也挺不错，性格挺开朗，不装不做作，哎，说话大大咧咧，哎，性格挺蛮好。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呢，就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，那就慢慢沉淀下来，很多一直支持我的铁粉就慢慢多起来，就这个意思。点了关注，点个粉丝灯牌啊，咱们就又进了一步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么看的？因为你们第一次来你不了解，你就只能看看我的才艺怎么样，但是你们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可能就看到是另外一面。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哎，你们在我直播间为什么要提别人家的事儿呢？这叫引流，不知道吗？很奇怪啊，看那么长时间了，就老是要提别人，谁谁谁开播了，谁谁谁在干嘛，你们在我直播间就提我们直播间的事情，懂的意思吗？就是豆妹直播间的事就提豆妹直播间的事情，但提别人家的事情意思就是让别人到别人家去看呗。啊，以后这个就大家请注意啊，这是直播当中铁粉们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，叫引流。啊，千万不能在豆妹直播间打别人的直播间怎么样，别人的直播间怎么样，意思就是不要看我。啊，你这不要带任何的节奏啊，搞得我跟我说干啥呢？是跟我说呢，还是跟粉丝说呀？以后我就不要在豆妹直播间带任何人，说是任何人都不行啊，不要说任何人啊，任何人都不行啊。我就笑想当我就放，生得平凡但不能活普通，要活就活精彩，我从来不认命，走路我带着风，要与人
我随机连了，我就不看那个什么了，我随机了，我现在带你们去随机连嘛，行不行？连到直播间里3000人的，我们就连3000人。如果连个直播间里只有5个人、10个人的，你们看，如果能玩就玩，不能玩咱就挂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们有人同意不？随机连，这叫打野，不是看人家多人数多少，这个没有人数的，啥也看不着，就是随机咔咔一连，连到谁就是谁。谢谢我家长啊，家长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哈，家长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啊，感谢感谢，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行不行？这样子的话，我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，我们连两个麦吧，连两个麦试试看啊、哦！我这是试试看，榜一大哥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！榜一大哥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！等一下，我放榜一大哥的歌给你们听，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了。你看他的，看他头像啊，长得帅。我随机了啊，我随机了啊。你们看啊，如果不行，你们就说挂。如果不行，你们说走。怎么没有人接我呀？服务器在打瞌睡。我一连麦，服务器都不给我匹配吗？抖爸爸，你啥人啊？嘘，完了，完了，服务器打瞌睡，不让我随机连麦。懂吧？你人家都可以随机的，我为什么不能随机？你给我说个理由啥？不差什么理由啊？哎呀，这连上一个。哎呀，上海的还是？你也是上海的吗？不是，上海就连就比较近。近，那你是哪里的？那隔壁吧。湖州、江苏、安徽。启东。嗯、哦。是不是挺近啊？啊，挺近。那行吧，那我们怎么打吧？你就说。嗯，你平时都怎么玩的呀？我操，你620万粉丝，我真的吓死到了。我平时都是基本都是让人关美颜。我没开美颜。尴尬是吧？没。咱们真实一点行不行？嗯，那你说嘛，你说嘛。那，你会啥？你都会。我啥都会，啥都会。我看到小哥哥，我都突然之间，我这个爷们儿的劲儿哪去了呀？我突然之间，我变得淑女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呢？我本来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本来就是很爷们的。你是抖音音乐人？你是抖音音乐人还是搞笑主播？啊，都可以。你喜欢哪个我给你整哪个就行，小哥哥。怪不得粉丝620万，玩不过你。行吧，那我们没事，我们打一个、嗯、打一个啥呢？打个啥呢？你说呗。你说哎呦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这么好看的小哥哥，烦死！关键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关键他离我好近哦，就在上海，觉得就在海的对面。烦死了！你们认识的吗？我不认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要不这样吧，先打完咱们再聊。可以打完咱们再惩罚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咱俩都啥都行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、啊、可以，行，那我们先关注点一下，不然的话找不着了。行，没事，那我重连一下啊。好好好。
一开哦。随机连麦，这就是缘分，遇到一个帅哥。哎呀，又连上了。你都给我整不会了。哎，那咱们就闭麦吧，行吗？行吧，闭麦行。啊。哦哟。家人们，给豆儿上票呢，打他！打他！茫茫雨中落下了泪滴，梦中醒来还是我自己。你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莫非是你给我的爱太过痴迷，让我怎么能够归还给你？归还给你。谢谢郎姐，感谢红兔哥，谢谢我小野猫哥，感谢我上一金哥，谢谢飘儿。一来二去咋就放不下？这首歌就是榜一大哥的原唱歌曲啊。无言的爱在梦里，榜一大哥的原唱歌曲。离我远去，今夜在梦。谢谢我江南，感谢我丽华姐，感谢我江南，榜一大哥，咱们点点关注。笑得好，这首歌是他的原唱歌曲，新歌。这山路里这风大雨，茫茫雨中。谢谢我江南哥的红包，谢谢我香香姐。梦中醒来，爱是我自己，你在我的脑海里不去。谢关子大哥，莫非是你给我的爱太过？来，一人准备一颗小星星，我们加成了。来，一人一颗星，快一点，这个好过。一人一颗星，一人一颗星，就给他过了，又完成一个加成。家人们，加成的过程当中，1.5倍，1.5倍。大家记住了，有条件的时候咱们加成的时候上，行吗？对面这个帅哥，帅哥。哎，我等一下，我们再装扮一下，把他吓一下子。谢谢木作哥，木作哥。行吗，家人们？等一下，我们弄他一下子。哒哩哒哩噔噔滴，卡顿是咋回事？是不是有点卡顿？有点儿。驾乘中，驾乘中，让我怎么能够归还给你？谢谢我小草芬芳，感谢我红都哥，谢谢我上一金哥。
都没想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咋整吧？你这我都没想到，我们家还能还最后还能打赢你，这咋整？这咋整？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我问你个问题，我是不是长得很帅？嗯、长可帅。那你表演个绝活呗。嗯，你长得帅就是奖励我的，然后我表演个绝活给你看，是这意思不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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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输了，我得惩罚你一下。这个等会儿再说，先表演绝活。我都要受到惩罚了，你先得奖励我一下嘛。哼。哎。哎，你是不是知道我有啥活啊？是世纪的吗？他们说你有活，他们说你有活。哎呦，他们又在瞎说！你真的净听他们的，你听他们你就废了。行吧，那既然都这么说，你别捂嘴巴，也别捂眼睛了，你得睁大眼睛看了，嗯、行吗？嗯。按着按着，哎哎，掰开掰开。来，家人们来，整上一小段啊。就刚刚那一小段还是指定就行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上妆呢。那你等一下，你等。他等一下不认识我了。当滴当滴，江南人呢？江南，你咋一直又换个号干啥？感谢我江南哥，这个号又是江南哥的另外一个号，叫我们点点关注，榜上榜上。对面现在他在期待中，我知道他心里现在是七上八下。刚刚这个符还没扣上，不行，扣不上，是吧？这样子，你坐坐好啊。嗯。还有个奶瓶啊，奶瓶就不用了吧？别吓他，不是我让他坐坐好的，我都提示他了。提示他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他已经做好了。等一下我要让他深刻评论一下我。你看好了啊！等一下看完了以后，你深刻的对我做个很中肯的评价，行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好嘞，来家人们来。双眼皮儿，粉面桃腮，红嘴唇儿啊，轻轻一晃柳腰身，妩媚又动人。妹儿从哪里来？你要去哪个村儿啊？走远道挺累人儿，得有小三轮儿。聊一路不开心呐、啊，渴了来瓶矿泉水儿啊。如果咱俩有缘分，私下定终身吧。瞧我这眼神儿，陶醉个啥劲儿？老妹儿的旁边他还有个人，人家才是幸福的一对儿，人家才是幸福的一对儿 啊瞧我这眼神儿，嘚瑟个啥劲儿，时间他久了要出大事儿，赶紧撤退我用力踩油门儿，祝你今生我与你永远无分儿。好了。
那我是不是要诚恳的评价一下？我就评价几个字行不行？你长得真漂亮。没了。那我就认真的再讲一段，好吧？嗯，就我其实是个新主播，就是我开播也就两三天时间，然后从我开播到现在，我打到现在 PK 以来，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，最喜欢的。嗯，我一般连到女主播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一般连到女主播，我一般看不上的，我一般会找什么借口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猜？你猜？借口，就是我家没条件，我撤了哈。咱不认怂。你为什么说我长得好看？我一般连到女主播，第一反应就是打不打官美颜，就证明我想撤退了，明白吗？打不打官美颜？啊，我想撤退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连到你之后，我没有说这个关不关美颜，我是没关美颜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说你真的好漂亮，这个实话吧，发自内心的评论吧。啊啊，那你为什么？那是不是应该不惩罚我了？我的评论比较中肯，是不是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要惩罚我，不至于吧？我长得漂亮，那是漂亮的事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惩罚的话，你还得先惩罚一下。你就说我长得好看，我就不惩罚你了啊！对啊，你也来一个，快点儿。不是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你惩罚我不过分啊？不过分，我就是想看你一下子，多看你两分钟。你赶紧给我上活。啊？看吧。意思就他的活就是这张脸了。家人们怎么办呀？对，我的活就是这张脸，我是颜值主播。啊！哇塞！我就问你吧，颜值主播。我就你说，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？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就是你是不是颜控？我不是，有点吧，有点，肯定有点，有点。哼，你敷衍我，哼。咱们摸着胸说话，摸胸说话。胸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头。长得好看嘛，就多看两眼。假如说你说有一段时间多看两眼没问题，嗯，多看两眼没问题，就是关键问题是咱别惩罚了，行不行？怎么说是个花瓶？花瓶？哼！花瓶！噗！噗噗噗！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不惩罚你其他的，我就，你就跟我学两个表情，让你试一下子就行，行吗？哎，不是，能打扰到你的颜值吗？就给你颜值打折扣了，怎么办？颜值一直是巅峰，没关系，随便惩罚。是吗？嗯。来，让我看。哎呀妈！算吗？算不算？哎呀，算，这个，再来一个。嗯。眼珠子转起来，转不动，没他活。转不动，他眼珠子转不动。哎，你秀个身材来，秀个身材，我还要看身材，换看脸不行，身材。今天被他整不会了。就这一个。好了，这个是最后一个。你再来一遍。我这个像
我这个是不妖娆。这个是吧？好了呗。他是躲在沙发后面摸了一下腿儿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也算过了吧，也算过了吧。行，挺好挺好挺好。嗯呐，咱们给一开点点关注哈。明天我再打你。明天打我，你别打我呀！我今天我就没那个啥了，你别打我。你这你们那边都是大佬，我打不过你啊。今天我们就是，今天我们就是投机取巧。感谢对我点关注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咱们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。他长得好看就可以欺负人啊，你真是。对不说真心话，你是我 PK 以来我觉得最好玩，然后最留下最深刻印象的，是不是？是最深刻印象的，然后让我完全的认可、啊、认可你的，完全的认可你的主播。那这句话说的是绝对到位。这句话说起来的话我还信一点。下次我输了就不惩罚了呗。下次我输吧，行吗？行，那就是下次你输吧。行，你现在看我一眼，我现在是不是这样子，这岂不是就又还行了哈？当然会输。又行了，老说自己行，哪行了？哎呦我的妈！那就唱了哈。退下吧。我走了哈。好嘞。哦哟 ，goodbye， 拜拜。下一位，咱们榜上。江南，你为啥不用那个大号？你这个点点关注啥的，榜三的关注点一点。就是刚才徐江南，就是我们家大哥，咱们点点榜三的关注啊。这个他又是他50级的又一个号。你这大哥，你在的时候怎么心里就这么稳呢？我就知道最后那一嘚瑟，你肯定就是唰一下子，帅气的那不要不要的了。嗯呐。你人呢？家们把红包点一下子，红包点一下子。刚才江南哥给我们守塔守的漂亮，把这个关注给点一下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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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南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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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打了两个野，好像打挺成功啊。好多呀，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给豆点的关注啊？咱们抢红包点关注啊，大哥实力非凡，大哥的歌真的好听啊。茫茫雨中落下了泪滴，家人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梦中醒来还是我自己，你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莫非是你给我的爱太过痴迷，让我怎么能够归还给你，归还给你。我换一身衣服了，我给你们来一段小舞蹈行不行？来是个舞，来家们给豆点点赞，我换一身衣服，换一身衣服，这个衣服不太适合啊。是缘分没到还是有些距离，走着走着你又离我远去，今夜在梦中梦见了你，牵着你的手笑得好甜蜜，我搭着伞为你遮风挡雨，茫茫细雨中落下了泪滴，梦中醒来还是我自己，你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莫非是你给我的爱太过痴迷，让我怎么能够归还给你，归还给你。
见了你，牵着你的手，笑得好甜蜜。我打着伞，不理这风大雨，茫茫雨中落下了泪滴。梦中醒来，还是我自己，你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莫非是你给我的爱太过痴迷，你让我怎么能够还是我自己，你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莫非是你给我的爱太过痴迷，你让我怎么能够归还给你。